Hello guys，欢迎来到田山频道，我是门田山。那、呃、这次的影片只是帮大家分析一下大概一些比赛的内容。 因为之前很多网友跟观众朋友说，哎、欸，铁三角候要开始出，呃，像是据点的一些教学啊，分析一些点位位置啊。因为大部分大家很多都是可能自己去摸索，或者是团练时间。那因为我那时候是比较忙，也没有想说那么快公布太多战术之类的。因为我可能会把一些自己用到的战术讲出来，所以就比较少会去拍这种类型的影片。比如说像官方影片的话，我都比较喜欢去做。但是如果官方没有要求我做这种类型的影片的时候，我就可能不太会去拍。 那刚好这是一个大空档时间，毕竟世界赛还有一个下次时间嘛。然后包括很恭喜哦，就是其他赛区的一些呃选手地区啊，像是 D.G 啊，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后来只要前三名嘛，然后 A.N.T。 D G 嘛，然后还有我们之前一个大黑马嘛 B L，那这三个战队可能到时候是代表科威纳区的前三名，然后晋级到世界赛。但是好是有分两边的区域是什么的，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啦，我们就是嗯恭喜他们，然后毕竟。 影片都有了嘛？比赛的影片都有了，那我们就借由这次的方法来帮大家去做分析。那如果大家还想要看其他比赛分析的影片的话，也记得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好不好？那我们就影片开始了。好，那这一局的话是 S G 对上 s h u p e s s Pro，然后的多点据点。为什么我会用这一步？因为我觉得这一步的。 控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Sharpes Pro 是蓝色的嘛，所以 Sharpes 他们的这个整体战线是在我们左下角。你们也可以看到我的滑鼠的個位置，给大家看一下，左下角是属于红房。那红房重生点的时候，其实就会蛮吃到一些像是呃比较好的优势的的位置，是为什么呢？因为比较好的优势位置是，他们只要一开始先 A 点占领之后，往 B 点去做前推的时候，他们有很好的方法可以把别人。 呃，刷到了四仓里面，四仓就是在我想象的滑鼠箭头位置这里。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一排对枪都对赢了，包括红房这边的人哦，红房重生这边的人有刷到了白仓这边的话，那他们就基本上重生点就是在我们的四仓，甚至是我们的红房。哎、呃，他们的那个家里的位置重生点。可是如果有人压到这前面的话，家里重生点位置可能就会被被。

阶段是 RSG 就赢了，可是你会发现，只要是 RSG 死掉的人，都是从我刚刚说的四号仓重生。那又要板楼这边的白板这边，哈，s h a r p s p r o 的选手还是在有人在放在这一区块，所以变成说他们重生点一样会落在这边，就是我们的红房这边重生，所以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优势位置。但相对的，如果他们只要把这个优势位置， 推到前面，包括像二号这卡好这个位置，对三轮的话，他六人是 hold 二六，所以是用一个长枪线的方法去做一个架点，所以我觉得对于来说，他这个位置只要没有掉，那他们的优势应该就不会太多的影响。然后包括 B 点虽然有人重生去踩点，他也不要放弃到这个位置，因为当他离开这个位置去帮中路的时候，那这边就是变成一个空城。 哦，这边就变成一个空道，变成说，呃，如果是 SG 的选手从这边重生，想要拉回中路的话，他的很快就是他在对中路的 B 点位置，然后他的侧脑的地方就可能会被人给哎、欸、偷到，所以他的位置基本上我会建议他，不管是他啦，还是建议其他选手，如果你们真的是控住我们白仓这个位置了，要么就在白仓里面打，哦，要么就直接在这个位置，然后架好我们铁通道或者是这边重生的一个选手，好吧，继续。 好，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s h o p p e x p l o r e 和选手已经大部分已经推到了 B 点跟红，就是我们的 C 点的位置，就是红方重生点嘛。然后我们的话，就要指挥中心旁边，他们只要推到这边，基本上我们的四号仓就是已经变成 RSG 他们原本的重生点了。然后，但是这个重生点的位置，最后会有三个在这边，有两个位置会在这边，所以我觉得。 那其实对于 s h r p e r f r y 他们的架点其实不能太前面，因为你坐在太前面刷很多人的时候，你旁边也会有可能会有重生呃 RSG 的选手，所以大部分我会建议就是加在现在我们看到的五号选手的位置，来自五号选手的位置，三轮他架的位置就基本上就不要太多的移动，你再往前推的话是可以，但是相对的有可能你呃刷太多人头就会压迫到红方这边重生的状的状况，所以如果板楼这边没有控制好的话，红方就有可能会。 从事 IG 的选手，我们再看一下。好、哦、，Derp 竟然拿出了狙击在对抗猴哥二六选手。好、哦，好，这时候 A 点的时候已经被踩去了，A 哦点被踩去，可是刚刚板楼这边还是有 Sharpener 的选手，所以红来红方。 就是红房这边的话，还是 trap 的选手去做重生，所以没什么太大影响。但是相对的，他这时候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长枪部分，一定要好好去对抗 A 点，因为队友就踩 C 吧，那相对的、啊、他们应该不太会去 C 点，反而会集中火力去 A 点，因为毕竟 A 点要快踩到，他们就会做一个换家动作。<music> 好。 然后这边的话，这位选手就很重要，亚亚亚，然后亚亚他本身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控住白板,板这边，因为只要从 A 栋过来的话，他们会推到 A 点。除了推到 A 点之外，他们重生点就是可能在红房了，I c 是就就在红房，所以变成说他这个选手的单兵实力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怎么说比较好？如果他掉的话，变成说就换成他们的人。 会从四号仓重生。那如果红方人懂推懂架，就可能架在中路连接，或者是架在红方哦，就是我们的红方重生点的前面，就是刚刚的五号选手三轮的位置，拿一个长枪线或个二六架住四号仓库的话，就变成说呃一个攻守就交换的感觉就会出现，然后 s h a r p e s h f o r r 就会变成弱势方的四号仓库重生。所以基本上呃，下次是压压这个选手就绝对不能掉。好，如果他掉的话，就会对队伍来说的话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看他的动作。 好，他就先收一个。对他收掉这边的人之后，队友刚好因为他还在摆放，他刷掉别人，然后队友重生点刚好重生在他的红方位置，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了。然后这时候就刚好三眼全在，因为在沙论他们没加完点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有把他们给。 给架住之外，呃，队友的的推点没有推到太前面，因为基本上你看就是这一条线，好、哦，就是这一条线，这一条线基本上就是不要太过去，你过去的话就直接压成重点,点，然后如果板楼没有人的话，像压压这个选手，呃，如果没有把这边给守住的话，基本上就会被换掉了。 好，这时候还有二号选手用出了无人侦察机。这对于这次比赛来说的话，是很多选手呃会使用的一个技能，因为毕竟说你有探到很好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预判，因为你透视到他的位置，那你在抓人的时候就会可以有做好很多预开枪的一个动作。那基本上你在对枪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实力，包括呃。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为了说，因为比赛没办法用 UAV 嘛，没办法，呃，用其他连杀技能的方法去探测，所以用这个方法去探测的话是最安全，也最有保障。可是相对的，你死掉的时候，那个无人机它只会跟着消失。所以我建议，如果用出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架好高处，然后往你要去的地方，就是你不要太推进，你太推进被的时候，或者是你人没有躲到很好的地方掩体的时候，其实很快被打掉的话，就蛮可惜的。

呃，闪电轰击的话有点偏慢，就是你开完图之后下去，大概还有两到三秒的时间才会落落下那个闪电轰击。那猎食者飞的话，大概就是你开启的两秒左右就可以，两秒内就大概可以往顶上去上。只要比如说是三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去做站点的话，我觉得都很快的可以克制住别人去踩点的一个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跑跑动。因为一个人踩点的话，大概要花到蛮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足够你用猎食者再把它给收掉。Now, 好，结果。 队友很棒啊、哦！队友刚好习惯，你就把瑞狙给收掉，然后三类似飞弹 s i r e 用的类似这个，刚好轰到我们的。 铁通这边烧仓驻过来的铁通，所以这边就可以把一波带走，又可以压制成三点的状况继续持续。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一下我们 s h a r p e s f o r 的队伍的一个阵线，你会看到他有一个选手是压制在那边重生点的，就是白车这边就是第一对枪的时候是可以很好打的，只要不要瞬间十五个人，我觉得基本上重生点不会压到太多哦，就不会有那种跑来跑去。但是如果啦，如果以现在这状况。 呃，红方重生点是有可能重生的，就是变成说他们一次杀太多人，就是 s h a r p e r 的人，刷太多，I s t e I s t e 可能会一到两个人在红方重生。待会我们看会不会有这样画面。好、哦，没错，杀太多人之后重生在红方一个五号选手。然后这时候 Sharpers 的选手还不知道他已经重生在那边，就 A 点被踩回。烈士的飞弹下来刚刚好，压压的烈士的飞弹。 然后丫丫应该可能又要推到那个百楼去，因为他要把百楼 A 点那边的给刷掉，还有他们才可以有办法去控点。然后就是 r 瑞还一样就是加强手，之前我们是觉得洗碗，可是洗碗这场就好像没有偏那么加强，反而是 s r 瑞在入这加强动作。好，这边又是丫丫的一波刷头，这、就是死亡机器哦，死亡机器我们知道的话就是。 死亡加特林嘛，然后加特林它本身的远射素度是穿够的，而且在枪火战区是很好做穿点。比起呃一枪一发死的歼密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在这个。 地区就是它在这个地图来说的话是更好发挥，因为毕竟穿墙点位锅嘛，然后它本身的一个加强的一个远程输入也是 OK 的话，对它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对它的推点或者是对它的清点的一个能力呢，都是可以保有很好的一个价值的。包括它的那个灌点的一个预开性，就可以传到很多人的时候，它可以带到很多人。 又是三点全战，然后我们可以看四号选手啊，Sharpless p Pro 选手，他们在守点的时候一直注意的是红方，因为注意红方的位置的时候，就代表说，代表说我们的队友，他的队友已经很努力的加在了四号仓的外围。 然后有可能一波刷头的时候，就可能压迫到重生点，因为四号仓可能重生点的位置够被占满的时候，红方就会有一两个人重新重生。那这时候就要有 shaper 的选手、后一架选手，可能是在守点的选手，他们就要开始注意到红方。这也是他们沟通上面一个配合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谁知道你们四号仓对枪没有对赢？如果对枪是刷很多的话，那就要注注意红方仓库。那红方仓库那个本人的个人单兵意识所以要够高，才有办法去应对说啊，我这边守完点之后要马上。 去转四号仓，或或者是这时候我们要然后再转向选红方红方这边去重生的敌人，因为毕竟十号仓边刷太多了，然后就要往红方的的重生点去做看探头，因为一定会有人重生的。现在还是三点全站 yeah, you, you h G 现在不敢去踩到 A 点，因为 A 点毕竟刚刚踩的时候吃了一发压点上面也是基本上完全无缘，而且他们的时间也来不及了，一百五十。 的一个比分大比分比上四比，就是变成是 s h a p 他们在对于单兵上面的一个应对吧，然后还有们的杀入选手，然后还有压压的白龙那边压制。所以你们如果真的要打这张地图，大家去做三点全战的时候，就要记得你们的呃白仓那边是很重要的点位，白仓绝对是重要的点位。好、呃，白仓这边重要的点位之外，然后选手大部分会在四号仓这边。 两个套套路很常去做，呃，干涉你。然后 A 点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放到一到两位箭头就好，不如掉到长枪，因为我觉得长枪在板楼里边打会有点不吃香，所以 N 叉九在这边其实就是不要打第一时间对枪，反而是打他进来的时候的对枪，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包括近身交战嘛，因为他有很好的爆发输出。如果你在这边已经知道他的点位可能从在出现的时候，再做预开滑铲，对于箭头来说的话，它是去做很好发挥的一个位置。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对上呃 s h o p p Sport 对上 S G 的世界赛他们的一个多点的一个分析，然后有大概把一些点位的位置，然后优势啊、劣势的地方给讲出来。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记得帮我按个个分享。那想看其他下次的比赛的话，也可以标记呃田山，然后或者附上链接让我去帮你们去做分析。那我们的这次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期见啦，各位拜拜。